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大家又一天念佛辛苦了阿弥陀佛。我听有的同修告诉我呢，说今天呢念佛啊，大家念得更好啊。这个声音很齐整，这个在这里念佛都觉得心很安定，啊，磁场特别好，啊，所以看来大家越来越进入啊佳境了，啊，非常难得。那么今天是第三天，剩下还有4天，啊，我们呢要继续努力，把这个功德圆满。那么。早晨呢，我们给大家讲到第17愿，诸佛称坛愿。那么晚上呢，我们就给大家讲第18愿了。啊，这是十念必生愿。这一条愿呢，可以说是阿弥陀佛大愿的中心、核心，啊，非常的重要。整个48大愿，啊，可以说，如果总结归纳起来，就是第18愿，啊，它是体现了阿弥陀佛度众生啊圆满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我们要用非常殷重的心，啊，来认真学习。这个愿真正明了了，你往生啊就会信心十足。好，我们来一起合掌，把这段愿文呐读一下。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仰，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10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好，谢谢大家。啊，这愿，十念必生愿。啊，愿文的大意呀。是说，我成佛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啊，听闻到我的名号，就发起至诚无上的信受之心，啊，要信受奉行。乐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啊，发出来了。那么，于是呢，就会把自己所种的一切善根，以清净诚恳的心呐，念念相续，回向到往生极乐国土。啊，那么所念的佛号。乃至少到只有临终的10念，啊，当然也包括平素的10念法，啊，你这么低的一个标准，只有10念，就是10句阿弥陀佛，都可以往生西方。如果这个愿若不成就，阿弥陀佛说：“我不成佛。”啊，当然，除了是这个犯了忤逆重罪的，再加上毁谤正法的人例外，啊，这个是造极重极重恶业的，啊，他又不肯回头的，这就例外了，啊，那他肯定不能往生。啊，只要你不属于那种人。
你能够啊，发起这种至诚恳切的心，要往生西方。啊，那么你念阿弥陀佛，真的乃至十念决定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呐，下了往生净土成佛的保证书了。啊，除非你不愿意去。你只要愿意去，没有不往生的啊！你只要念十念都能往生，那十念是太容易了啊！从一数到十，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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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乃至十念。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不取正觉啊！你看，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就看我们肯不肯相信呐。那这个愿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啊！再没有看到一个比这个法门更简单、更容易的啊！你上哪找呢？84,000法门，啊，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简单？就十念必生，啊，这是圆满体现了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啊，他知道众生业障深重啊，啊，让我们修行真不容易啊。好，现在就让你念十念法，啊，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你有这样的真心切愿求生净土的话，一样往生，业障再重都能待业往生。啊，所以这条愿呢，真的是黄念祖老居士是讲的，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中真实里头的真实，最真实不过。啊，这个黄念老啊，他在这个白话节里面有讲到，啊，说祖师大德啊，对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啊，做了一个总评论，都认为《华严经》是原教，啊，超过了《小史》《中顿》。其他诸教的经论，啊，《华严经》第一。那《华严经》呢，最后导归到极乐世界，也就是啊，它最后归宿在本经，啊，《无量寿经》。因此，《华严经》跟这部经相比呢，《华严经》比下去了，啊，《无量寿经》第一。那《无量寿经》，你看我们念的这个汇集本总共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现在学的第6品，啊，发大誓愿第六，这是第一，啊，这是全经的核心。啊，那发大誓愿第六品里头讲的48愿，哪一愿第一呢？就是这愿，第18愿第一。啊。所以这第18愿呢，真的是一代十教中真实中的真实。而这18愿到底讲什么呢？就讲我们念阿弥陀佛。所以最后发现呢，原来啊，整个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代十教啊，归纳起来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三藏12部经典的总名题。啊，不仅是释迦牟尼佛的，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一切经典的总名题，阿弥陀佛。啊，所以这句名号功德，你就想到，那真叫不可思议。那我们如何得到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呢？啊，那就是这里讲的，闻我名号，至心信要。啊，这愿文里呀，他讲
若有十方众生，啊，这十方众生啊，他没有啊说这个有哪一类人是例外的，全包括在内。啊，只要你是众生，你这愿都涵盖。啊，十方世界没一个世界漏掉。啊，当然我们也不会漏掉。啊，我们肯定包括在十方众生之内。啊，我们能闻我名号，这是我是指阿弥陀佛。啊，我们听闻到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啊，那这个听闻我们之前也讲到。啊，不只是啊过过耳根而已。啊，过过耳根只是听而不闻。啊，真正的闻是你把名号功德真名听明白了。你听不明白，你不可能有至心信要。啊，所以至心信要是果，闻名是因。啊，那当然，这个闻，你说解释成听可不可以呢？啊，那可能真的有一种人，善根特别深厚。啊，他虽然呢也不懂什么道理，啊，他听到阿弥陀佛，他就能至心信要，也可以。啊，他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听经闻法，你不听经闻法，但是你知道有阿弥陀佛之后，你也至心信要。啊，信是相信，要是什么呢？好要。啊，就很听了之后很欢喜。啊，这个很高兴，庆幸自己能闻到这个正法。啊，知道有这么个法门，可以让我们这一生啊永脱苦海，啊，往生净土。你非常啊乐意的，非常喜悦的啊去修这个法门。啊，这叫至信信要啊。啊，那刚才讲的这类人，如果啊他不懂道理就能至信信要的，哎呦，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无量寿经里讲到的，这过去生中已经供养过十方诸佛。啊，无量诸佛，他才有这样的善根呐！啊，就像过去地贤老法师，啊，他曾经啊剃度的一个弟子，啊，那弟子也没有什么名号留下来啊，他原来是做锅漏匠的，啊，结果呢，这记录下来的也就是锅漏匠，啊，出了家也没受戒。地贤老和尚就让他到一个破庙里面，啊，修行，找一个护法，啊，给他一天做两餐饭，啊，照顾照顾生活，让他自己在那里修，修什么呢？让他念阿弥陀佛。啊，地贤老和尚，这是民国初年的，啊，天台宗的祖师，啊，跟我还有点渊源关系的。我跟他有渊源关系啊我的剃度恩师啊，上唱下怀老和尚，今年也84高龄了。他的老师是谭虚老法师啊，谭虚老法师是地贤老法师的传人，天台宗传人啊，所以这个也有这么一脉下来的啊。地贤老法师也是民国初年的高僧啊，啊，看到这个锅漏匠，这个徒弟什么都不懂，啊，又没有文化，啊，傻傻的，啊，但是呢，好在他老实，啊，反正说什么他也听不明白，就不跟他讲了，就让他，你就老实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也没跟他讲你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啊，啊，也没跟他讲你将来要往生西方啊，这些都不讲，就让你就念佛就行了，啊。将来准有好处，啊，多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了，啊，于是他就回的，就到那个宁波乡下那破庙里面修，
念了3年，啊，他真老实啊，师傅叫念佛他就念佛，啊，师傅说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反正别间断，天天念，啊，他就是天天念，啊，心很清净，也不想到外面去看什么外面的世界，啊，他就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结果3年之后，你看他站着往生。啊，这是殊胜啊！地贤老和尚看到他呀，啊，他站在那儿啊，站了3天，有人去通报地贤老和尚，啊，再赶回来，这靠走路啊，来回3天呢，他还站在那儿。哎，地老看到之后赞叹了，说：“你这样的修行啊，没白出家一场啊，啊，你的成就啊。”超过那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啊，啊，超过那个名山宝刹的住持方丈啊，啊，为什么呢？这个功夫，那往生西方都肯定是上上品的，哎，身无病苦，自在往生，啊，这种人，那他的善根太深厚啊，他基本上就是没有明白。啊，到底念佛有什么好处？他听到一句佛号，他就置信信要，啊，他成功了。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人呐，一般人学不来，啊，反正我是学不来，啊，哎，听到这些名号，总要问个为什么呀？啊，为什么要念呢？念了有什么好处啊？啊，师父说，念了你将来能往生西方，那西方是怎么回事啊？啊啊！西方怎么回事？跟你讲了，那我怎么往生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反正你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哎，这是什么呢？知识分子的习气，啊，所以我这种人是没办法，锅炉匠我真的学不来，啊，那怎么办呢？哎，走第二条路线，啊，你不能像他这么老实。他真的老实，没有妄念，也没有问题，啊，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没问题，那你就认真的学习经教，你把你的问题全搞清楚，啊，搞到没问题为止，啊，这真的没问题了，你就置信信要了，啊，所以我只能走那条路线，啊，这条路线比较辛苦一点，啊，没有他那么方便的。啊，那真是，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的，学医啊，学一辈子都学不像，啊，这是愚不可及，啊，别看他傻傻的，啊，像很愚蠢的样子，哎，你真是比不上他，人家心里没有妄念，啊，这了不得，啊，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呢，好好的学经教，啊，把这经教学懂了。你闻名闻我名号啊，就真正做到了。那你也能置信信要。哎，我老实告诉大家，我听师父上人讲经听了20年了，啊，听到现在，哎呀，这条路挺长的，人家锅炉匠3年站着往生，我现在呢听了20年。啊，还不知道有没有达到他那3年前的那个境界，哦，真不容易。但是呢，啊，要矢志不渝，锲而不舍。这是我们也是业障啊，你烦恼障、所知障、知识分子所知障重啊，一天到晚问个为什么啊，10万个为什么，那就是业障啊，要放下。啊，但是呢，也不能死，这个使劲儿啊！你硬放下也放不了，你只能真的把经教学懂了、学明白了、学通了，就放下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经？讲经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啊，那些像郭璐这样的就不用听经了，是吧？啊，那你还有问题呢，你必须得听经。啊，你没有达到至心信要，你就得听经啊！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感恩呢，我们师父上人
一辈子讲经不断。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这些不太老实的人到最后能老实下来。他老实下来了，就至信信要。那这个至心，这个至字啊，我们要留意，至诚至就是到极处了，到极点了没有一丝毫夹杂没有一丝毫疑虑，没有一丝毫犹豫这叫至心那么至心信了听到佛讲的这些西方极乐世界的理事因果你真相信也相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个很重要自信心很重要相信自己比相信阿弥陀佛更重要。如果你不相信自己，你光相信阿弥陀佛呢，这个你自己不敢承担说阿弥陀佛凭什么给我加持我这业障深重的凡夫凭什么能够到西方还做阿惟越致菩萨，你不敢去承担，因为你没有自信心所以佛你看劝我们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偶益大师讲这个信愿行信是讲了六个信，第一个就是信自己自己本来是佛，一切宇宙万有全是你自信变现的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它也是你自信变现的换句话说，它是你本有的家乡你本来就该上那里去成佛也是你应分的事情你本来应该这么做的你不成佛是不应该的你真正这样相信，好，现在怎么？现在来做佛呀，自己本来就是佛，那做佛就不难了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讲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你本来觉悟，你本来是佛，这是本有。不觉呢是本无，凡夫就不觉悟，本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没有。本来没有的理应去除也当然能够去除本来就有的理应恢复也可以恢复，能恢复所以你就有信心现在虽然业障深重习气毛病一大堆想改好像也很难改习气嘛，怎么办呢不能气馁，不能灰心要相信始终有一天这些所有烦恼习气都能去除我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帮助我自己化解这些习气在养成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我能待业往生你有这种自信力你就敢承担往生这是我应分的事情当仁不让这个就别客气了阿弥陀佛让我去我就去其他的客气没关系这个就不能客气，不能让人直下承担你相信自己还得相信阿弥陀佛，你怎么去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乘阿弥陀佛大愿这个大愿船我就往生西方自己即使再重的业，阿弥陀佛大愿船都能载着走这个弥陀的大愿跟我们这个
自己的业比起来，那愿力远超于业力。啊，印光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说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愿力啊，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力好比是一个大熔炉啊，炼钢铁的大熔炉，几千度高温。哎，那我们的业力呢？即使造得再重，也好比只是一片雪花。啊，这雪花从空中飘下来，还没飘进熔炉啊，都已经消散了。啊，里头几千度高温呢。啊，所以我们众生的业力再重，比起弥陀的愿力来讲，微不足道。啊，只要你肯接受阿弥陀佛愿力加持，什么业都能带得走。啊，你就有信心了。啊，所以我们即使过去造了很重的恶业，不要想它。啊，你想它又等于造一次。啊，过去身造，啊，现在意在造，你何苦来呢？你想一遍又造一遍，那个业是越造越重。啊，那不叫忏悔业障。啊，什么叫忏悔呀？造了之后，再不造。不仅身体不造，口不造，意也不造，身口意全归在阿弥陀佛上。啊，身礼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意想阿弥陀佛。啊，意佛念佛，什么业都没有了。啊，你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一定能去阿弥陀佛的国度。啊，这样念佛是真忏悔啊！所以很多同修也是啊，觉得自己业障重啊，要怎么忏悔业障？你别去想了，过去的就由它过去了，后不再造就行。啊，现在呢，就专心念阿弥陀佛，直持名号，啊，什么业都能消。啊，消不了的待业往生，啊，所以那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杂念了，这叫至信信仰，啊，真相信，你真愿意去，啊，这个药还有欢乐的意思，我一听到阿弥陀佛就欢乐，啊，就高兴，啊，一说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很想去，哎，那这种人。你们可以看到他可以去了，啊，哎，我看在座的诸位呀，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了，啊，你看个个脸上都笑容满面，啊，一听到极乐世界，一听到阿弥陀佛，你这么欢喜，这是信要啊，你快乐呀，啊，那世间人他就觉得，哎呀，你这有什么快乐？啊，黄金周啊，这本来可以去旅游的呀，啊，日本这好像现在是黄金周，对不对？啊，很多人去旅游啊，去那疯狂啊，这些人你看来到这儿，啊，天天就是啊，从早念佛念到晚，干什么来着？这个，他觉得你很辛苦，啊，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啊，那是真的，他们肯定搞六道轮回嘛。他们觉得，那个搞六道轮回很快乐，啊，唱歌呀、跳舞啊，那是搞什么？搞六道轮回去了。哎，他们很乐意做这个事情，啊，我们乐意做什么？我们乐意来听经，我们乐意念佛，不一样啊，啊，所以你爱好的东西不一样，啊，你的志趣不同，将来决定你去向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很难得，啊，这个我记得前几年啊，大概是3、4年前，啊，我跟我母亲有一次呢，到弘法寺啊，深圳弘法寺拜见呢啊本焕老和尚，啊，本老呢也是最近往生的，啊，本老他一生受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啊，这是净土五经之一啊！啊，我曾经在这个很多年前啊，这本老对我们也是很有恩德啊，是他接引我和我母亲的入佛门的啊，那是20年前了啊，他还在广州光孝寺做方丈，哎，那时候他就接引我们到佛门，他介绍我啊和我母亲啊。这个学习净空老法师的《无量寿经》，啊，我们第一部《无量寿经》的那个卡带，从他光孝寺得到的，啊，所以这也是很有缘分啊。1992年，他邀请我们净空长老啊，净空老和尚到光孝寺讲《阿弥陀经》，这个研习报告啊，我妈妈从头到尾听了，哈哈，啊，我当时呢就没有听到啊，只是呢啊见了一面。那么本老呢，他修普贤行愿品，啊，我们问他，将来你要上哪里？他说我要上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个跟他修学的法门非常相应，啊，因为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那你修十大愿王呢，你肯定要升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是说话也是20年前啊，我们问他的。啊，他当时呢见到我也特别话多啊，他平常跟人都不讲话，一见到我就很多话，啊，他是第一个劝我出家的人，20年前就劝我出家了。啊，那么这前几年呢，我跟我母亲去看望他，他那个时候呢，哎，这表面看起来好像迷迷糊糊的，啊，坐在那里。100多岁了嘛，啊，这个坐在那里，那么旁边呢有他的一个徒弟呀，给他念报纸，啊，因为他不知道是人大代表呢还是政协委员了，反正可能都要听这个时事新闻吧，啊，他就闭上眼睛在那儿呢，听这个徒弟在旁边念这些报纸啊，那新闻，也不知道他听到还是没听到，啊，也不知道他是打瞌睡还是入定，啊，反正就这么闭着眼睛在那儿了，啊，坐着。啊，我们上前呢，啊，去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睁开眼睛看了我们，啊，又毫无表情的把眼睛闭上了。啊，那么我们想啊，可能是老人家年纪大了嘛，耳朵有点背吧，啊，于是呢也就啊聊了下啊，别的也就不就想准备走了，啊，临走的时候呢，我妈妈就跟他讲，啊，说老和尚啊。你要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啊，结果我们看到本焕老和尚把眼睛突然一睁开，啊，眼睛很亮，然后他就举起这个拳头说：“去西方极乐世界，千金千金千金金。”哎呀，我们一看，哎呀，这老和尚没有糊涂啊！他听这世间的新闻，他听得迷迷糊糊啊！一听到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精神振作。嗯，这真是至心信仰啊！他就这么一个想法，就一个愿望啊！所以我们相信他是能够去西方的啊，因为其他他都不感兴趣啊，那是得过且过。应付我这些啊，这些你得做这些人政协代表还是什么人大代表，你得应付啊。但是他根本没有由衷感兴趣啊。但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题一提起来，他就由衷的感兴趣，至心信仰啊。所以，我们平常要培养我们这种至心信仰啊，多听经，多闻法啊。其他世间的东西啊，能放下的尽量放下，啊，不要去执着，啊，不要去这个好奇，啊，对这个世间呐，什么东西都别去感兴趣，啊，就是尽义务就好。你非做不可的，你就需要去做，能不做的就别做了，啊，真的是啊，说白了就是得过且过就好。啊，干嘛那么认真呢？啊，
啊，有的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对这些事件法特别感兴趣，啊，一听说哎，怎么这里怎么样了，那里要去见谁了啊，他就好像削尖脑袋去进去，啊，去找啊，去攀援，没必要，啊，那些找上门来的，我们都要看看有没有必要去跟他应付，啊，没有了就断了。啊，实在不能够拒绝的，你就得要啊，这个随缘，啊，但是心绝没有对这些感兴趣，你这些就放下，啊，你所信的、所好要、所喜爱的，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其他的都没有兴趣，哎，那么这里讲，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这个善根。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善事，啊，所积累的一切功德，啊，包括你帮助一切众生，啊，护持正法，啊，弘扬正法，啊，包括你修习的戒定慧种种功德，啊，你不求自己得人天福报，啊，不求自己现前得什么安乐。啊，只求往生西方，就叫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啊，在现在这个生活境界当中，随缘过，啊，绝没有任何要求。啊，说这个我怎么过才能更享受一点啊？啊，哎，这个吃要吃好一点啊，睡要好一点，这些都无所谓。啊。好也好，不好也好，随缘。啊，那么真正自己所希求的，就是临终自在往生。啊，你要想得自在，啊，什么叫自在？你临终欲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就是自在往生。能不能做到呢？能啊！啊，怎么做到呢？这个问题，我妈妈好多年前问过净空老法师。啊，我妈妈说啊，我就很希望这一生自在往生。啊，请问师父怎么能够做到？啊，师父说，你放下就行，很简单，你放下就行。啊，那你问问自己，你还有什么没放下？你还有没放下的，也就是你不能置心信要。啊，你的信要还有这世间的任何一物、任何一桩事或者任何一个人，啊，那你就没有置心信要极乐世界。那这你就很难自在往生。那临终很可能就有病苦啊。啊，所以病苦也不是坏事儿，没有病苦，你真的还留恋这个世间呢？啊，就像黄金轩老居士啊，我前两天跟您报告了，跟你们讲的，啊，黄念老的福报大，哎，这个黄金轩呢，黄金轩老居士啊，他福报大呀，啊，大企业家呀，啊，他这个是财团呢，啊，好几家的酒店，全世界各地的连锁呀。啊，这个悉尼也有他的那个 Holiday Inn 呢，啊，假日酒店也是他的，啊，那这个家里人也对他好啊，儿女啊、媳妇啊，对他都孝顺得不得了啊，啊，太太也特别对他好，啊，真的，我们也看到他太太真的是，非常有女德、非常有妇德的一个人，非常贤惠、贤妻良母，啊，跟他先生从来没吵过架，只有顺从。福报大呀，这黄金轩老居士，啊，那福报大了吗？你肯定会留念，啊，你就不想走了，啊，口里说我想往生啊，心里未必，你没有至心信要，怎么办呢？那只好通过病来帮助你放下了，啊，让你受苦啊，你不受苦，你还不想走，所以我说那病也不是坏的，啊。是事事是好事，
啊，只有生病了，你知道娑婆苦、轮回苦，你就肯放下了。最后他真放下了，那他全身的病啊，家里人一个都帮不上忙啊，啊，那病痛苦是苦在自己身上啊，那儿女再孝顺，他也不能把我的病痛拿过去啊，他想代我受苦也代不了啊，啊，自己的这个家财万贯啊也没用啊。癌症晚期也治不了啊！你看，这个病就让你折磨啊，你不自在啊！啊，但折磨到一定程度呢，因为他有这个善根啊，最后把他逼到至信信仰了，他也知道没别的指望了，啊，这只有抓住阿弥陀佛了。哎，他就抓住阿弥陀佛就行了，至信信仰得到了，他就往生。啊，所以他也是不容易啊，修到最后一段，这个他病了3年，啊，越到最后越痛苦，这3年的煎熬终于让他放下了，没有3年的时间，你看让他放下，谈何容易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反省反省，啊，特别是福报大的同修，啊，什么叫福报大呢？啊，儿女又孝顺你。啊，事事都心想事成，啊，不愁吃不愁穿，啊，生活无忧无虑，啊，身体也不错，还挺健康，啊，样样都令人羡慕，这也挺危险的，啊，为什么你放不下？放不下，你临终的时候可就不自在，那病苦肯定会发生，啊。那我们不想让通过病苦来放下，现在就得早放下。你早放下，你就没有病苦，啊，你就能自在往生。啊，说师父回答我妈妈的话，那很精辟呀，你放下就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啊，真的要放下。放下的人对生活，啊，对你自己的一切顺境逆境。都不去计较，啊，没有意见。如果意见很多的人，就说明他没放下。啊，放下的人哪有意见呢？啊，吃什么都行，啊，睡哪都行，啊，明天没饭吃也无所谓，啊，他就等着阿弥陀佛来接。这是放下。啊，这心心回向啊。这个所有善根，就是为了这桩事情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心心是相续不断啊，念念相续啊，他就是希望到阿弥陀佛那里亲近阿弥陀佛啊，里头没有夹杂啊，净念相继呀啊，这个回向我们要懂得，回是回转。相是去相，啊，就是你所积累的一切功德，啊，用来做什么呀？我就用来去西方极乐世界做资粮的，我就为这桩事，不求任何现在得安乐，不求自己的福报，啊，而且把这些福报。也尽量跟一些众生分享。你看，好比你有钱，你有钱不要自己享，啊，你拿出来供养众生啊，拿来护持正法呀，啊，哪里有苦难的众生，你就去帮助他呀，这就是与众生共享啊，啊，你不要担心啊，我这钱布施出去了以后没有怎么办？啊，你有这个念头就不是智心。啊，不是所有善根心性回向，你还想着自己呀？啊，回向是不是回向自己？回向众生啊，啊，回向菩提呀，菩提就是往生净土，就是菩提。啊，那实在讲，你越布施越多，啊，这财富真的越施越多，越施越自在。
哎，你的心量越大，你的福报就越大。啊，你看我们师父上人，这心量大，啊，福报也大。嗯，他现在福报，真的《十善业道经》里讲的，啊，财用自在。啊，基本上是讲，他想干什么，啊，就有钱来了，啊，就有人来帮他，啊，他不用自己动手，啊，事事都能成就。哎，这个悟行法师啊，他也常举这个例子，啊，这10年前，我们师父老人家啊，到泰国，啊，曼谷。那时候呢，去参加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会议，结果当时泰国的总理查瓦利将军，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供养我们师父在家里吃饭，那很虔诚，这个饭菜都是跪着盛上来的，那么在席间。大家谈得很愉快，那么这个吃完饭了，这个总理夫人呢说她马上要出门，要到电视台呀去唱歌，干嘛要唱歌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募款，因为那一年呢是这个泰王的那个王子50岁的生日，那么查瓦利将军呢就想为他募款盖一座僧伽医院，因为泰国佛教国家，特别是南传就小乘国这个佛教僧人很多，那么这些僧人呢戒律要求得很严格，所以呢这个在医院里面很多是女护士来照顾这些僧人不太方便，于是呢就发心要做一个这样的僧伽医院，就是专门请男护士来为这些僧人来做诊治、做护理，结果呢募款呢那个靠什么呢？得靠唱歌哎呀，堂堂首相夫人还要去唱歌，我们师父老人家就问呢。那现在你募了多少现在已经募了50万美金了，那还剩多少呢？还剩200万美金呢。哦，还剩这么多呀！我师傅讲，你别去唱歌了，这样吧，我这200万美金我来给吧。当时呢，悟行法师也跟在身边呢，马上拉我们师傅的衣角，他以为师傅老人家听错了，把美金听成泰铢泰铢是不太值钱的，美金可值钱了。说师傅这是200万美金呐，但是话一出口这就不能够再返回来了，没办法了出来之后，师傅就问，哎，看看我们的账户上有没有足够的钱，出来才问有没有钱。结果大家只好沮丧的就是打电话啦，去看了，结果呢，这个消息呢，很快传到一位大护法居士的耳朵里，他一听，哎呀，师父要建这个医院做好事我们来给，结果200万美金3天之内就汇到了对方的账户上，你看，师父老人家想做任何的好事，念头一动，就有人供养，基本上就像他化自在天一样，他化自在天呢，他想吃什么用什么，不用自己去变化了，由化乐天人来变化出来供养他们，那师父老人家当然也，他是不是要自己受用，他是用来帮助众生，想什么，哎。那钱自己就到了，要多少又有多少，而且来得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这才是大福报的人呐！啊，你问他有没有钱，他没钱，啊，但有用钱的时候就有钱，啊，所以我们呢，啊，不一定要有钱呢，要有福啊！啊，有福的人不一定要有钱，啊，有钱的人未必有福啊！啊，那现在这个社会呀，动荡得很，灾难又多，啊，我们自己要多修福。啊，有福的到哪里都有福，啊，都不会有灾难，啊，如果没有福，你要这么多钱没用啊，啊，真正灾难来了，那钱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啊，一大沓钞票都是废纸，啊，要它做什么？啊，所以为什么不用它来多修福报？啊，所以有福我们不要自己享，啊，要跟众生共享。这样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啊，你的心量越大，这个福报跟你的心量是成正比例的，啊，不要想，哎呀，我这个啊做这些好事啊，我没有能力怎么办？啊，不要怕，你就一心一意去做，做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福报啊，倒是能感召啊更多的人来帮助。哎，能够帮助你成就大事啊。那么，当然成就好事也是因为众生有福啊。你只要尽心尽力去做，也不问得失啊、成败啊，你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啊。能成不能成无所谓啊，能成好事，众生有福。不能成呢，众生没有福报，跟自己也没相干，啊，只是觉得很遗憾而已啊，啊，继续替众生修福吧，所以要努力做学，啊，你看这次清明在香港，啊，这个啊，由陈静瑜老师啊，他今天晚上没来，啊，他呢这个发心啊，来举办。啊，万人的护世息灾30息念大法会啊，邀请悟道法师去做主法，啊，做了4天，啊，前面还加一天呢，是祭祖的论坛，啊，这是临时加的，后面最后一天呢，是戒邪淫反堕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法会，啊，超度啊这些堕胎婴灵，那么这个。啊，清明祭祖呢是专门超度祖先，那么上午祭祀祖先，啊是12000人一起祭祀中华民族23800个姓氏，啊这些祖先，啊这在中国是首例呀，所以中央电视台2个频道，国际台和新闻台都播，啊凤凰电视台也报道，啊几十家媒体都做了这个报道。啊，特别震撼！啊，这个事情呢，啊，在法会前大概2个多月，啊，我才打电话跟静瑜老师讲，我说，这清明祭祖这个30息念法会呀，啊，帮助护世息灾，你愿不愿意办呐？啊，他心量很大，他说我愿意啊，来吧，可以办。啊，那他呢，这个不是香港人。啊，也没有香港的证件，啊，在香港办这么大型的法会，啊，而且是什么呢？他还没参加过30息念，啊，这个我们也事后觉得啊，这个挺惊讶的啊，你看没参加过30息念，居然呢啊，第一次就参加万人的啊，12000人30息念，而且还是自己举办的。啊，这什么心量要大，你敢承担啊？结果他一发心呢，啊，就有人来帮助他，啊，要钱就有人送钱，啊，要人就有人送人，啊，因为什么呢？这是佛菩萨要去办的事情，啊，帮助护世息灾，啊，为什么要集合万人呢？这是量子科学家。他们发现，啊，
这个他们有个公式，1%的平方根，啊，就是全世界70亿人口，如果有1%的平方根，大约是8000人，啊，共同集合心力，啊，大家都断恶修善，啊，都用至诚恳切的心来为这个世界祈祷。那佛门里面，我们用念佛回向，那就能够化解这个世界70亿人口的业力，啊，就能够化解灾难，啊，所以要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那结果呢？办下来，很奇妙，从头到尾都很圆满，这个。陈静宇老师他，办完之后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不可能的呀，什么经验都没有，就是孤身一人到香港竟然就可以呢有一个团队就开就出现了，就能够呢，要钱有钱就能够呢这些事情都在迅速的2个月之内就能办好。你看筹备一次法会不容易啊，你看我们这个孙会长就筹办这次法会恐怕都不止2个月，他是用尽心机呀，用尽心力呀，是真的是很不容易。这100人的法会，100来人，那你想想，12000人，大100倍，那个投入有多少？但是你要想想，只要你能发大心，你就能感得阿弥陀佛加持。心量又大，敢承担，那做不好怎么办呢？做不好那是众生没有福报，反正自己已经尽到心了，结果就是会圆满。所以呢，心量越大，你福报越大，整个法会，他们最后统计大概花费除了法宝以外。就是费用都有1200万港币，你就想想，那这他自己也没这么多钱呢，那都是靠这个大家齐心合力帮助，他也不知道钱哪来的，真的是这样，要钱就有钱，只要你是无私的为众生奉献，那个感应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心心回向就是放下自己，不要想自己了，自己才能真正得福报、得自在。那么愿生我国，你这一生没有别的愿了，只有往生西方，求愿往生西方这个愿。那么底下讲乃至十念，前面告诉我们至心信要，愿生我国，这是什么？信愿具足啊！藕益大师讲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你能至心信愿了，你肯定往生。这里讲乃至十念，这个乃至是什么意思？就是从一念数到十念都可以，临终一念、十念皆得往生。那平常念呢？平常念呢？当然我们应该是最少得十念，临终呢是最多十念，你就必定往生。平常当然你不能够用最少了，你就念一念，这太过意不去了吧？对不对？你平常至少你得要有个十念法，我们师父老人家讲你实在太忙了9次十念法，你总可以做到吧？9次十念，每就是一天念9次，早上起床合掌就十念法，从一数到10，10句，晚上睡觉前又是10句，三餐饭之前又是10句。你看，这是5次了，再加上上午上班之前先念10句，
啊，下班之后先念十句再回家，啊，下午也是上班前、下班后各念十句，9次10念，啊，这个每个人都能做到，啊，你说你不做不到，那不是你做不到，是你不肯做了，啊，难道这点时间你都拿不出来吗？那十念法都不用1分钟啊，啊，所以只要你呀真正有信有愿，你肯定做到吗？啊，乃至十念你都做不到吗？啊，当然，念得越多越好了。啊，这个有时间就多念。啊，像《无量寿经》上讲，啊，若是平常忙，那有空闲时，啊，端心正意，慈心精进。啊，就像我们现在，啊，黄金周来了，哎，有空闲了，啊，不用工作了，不用上班了。啊，怎么办呢？你来这打佛七，有空闲时啊，慈心精进啊，啊，这个慈是慈悲。我们为什么呢？在这里念佛呀？我们为了护持息灾呀，这是慈心呐。啊，精进，精是一门专精，我就念阿弥陀佛，我就学弥陀48愿，啊，学习48愿是信愿。念佛是行，信愿行，精进。哎，你这念7天下来，那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啊，你这个真正把这部经听明白了，啊，信愿具足，你能够这样恳切的念，恳切求往生，你肯定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十念啊，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修行法门。啊，这十念就是指十句阿弥陀佛，啊，一句一句数下来就是十句，啊，一点不多。啊，那么乃至十念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临终十念。啊，这种人平常没学佛。没有闻到净土法门，啊，所以呢，他也当然不会念佛了，啊，但是在临命终的时候，有善知识来劝导他，啊，他听了之后就能信受，啊，就能发愿求生净土，他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甚至是造作了很重的罪业的人。临终的时候，地狱猛火都现前了，马上就得堕地狱了。啊，这时候有人劝他，赶紧念佛求生净土，他能信受。啊，他最后一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啊，唐朝，你看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就记载啊，唐朝的张三和。啊，这一生以宰牛为业，啊，那也杀了很多牛啊，结果到临终的时候，看到牛头人来索命，啊，这都是他的冤亲债主，啊，来折磨他，让他全身都疼痛难忍，啊，大声的呻吟呐，啊，非常凄惨，哎，这个我看到黄老居士啊。他这个到最后也是呻吟，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有杀生，啊，他这个酒店里面有这个餐馆，啊，餐馆他是荤食，啊，他就杀生，他都有就要负这个责任呐，啊，那他都这样了，啊，他呻吟起来也是挺可怕的，啊，在2楼关着房门，我在1楼吃饭的时候都听到他上面大声的在那呻吟。啊，嚎叫，啊，很痛，啊，我给他念佛，啊，念佛就好了，啊，我劝他，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越痛越念佛，大声念，啊，我也陪着他大声念，阿弥陀佛，使劲儿啊，结果这一使劲儿把那疼痛忘了，啊，这越痛越得念佛，这是临终念佛啊。
啊，那么唐朝这张三和，我们就可想而知了，他的罪业比黄巾轩老居士更重啊，一生宰牛为业，啊，所以他，你看他把这个临终的时候那疼痛难忍，啊，结果他那个哀嚎啊，那个声音呐，啊，传到这个巷子口了，啊，这时候路过一个出家人，哎呀，听到怎么有人这么样的哀叫啊，啊，来看他呀，啊。这张三和就看着出家人呢，就像看着救命稻草一样啊！啊，说赶紧来救我呀！啊，太很多牛头人来向我索命，啊，他头脑还挺清楚，啊，那这是他的福报啊！结果呢，出家人看到这个情况，啊，说赶紧念阿弥陀佛，啊，立刻烧了一炷香，啊，求阿弥陀佛加持，说你现在赶紧跟我念阿弥陀佛。啊，结果一起念了不到一刻钟，张三和就说：“哎呀，这牛头人都没有了，都不见了。”又念了一刻钟，他就告诉出家人：“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我跟阿弥陀佛去了。”说完就断气了，这就往生西方了。你看，临终的时候地狱也现了，啊，这牛头人来索命来了。那将来肯定是堕恶道啊，啊，是堕地狱啊。结果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因缘，他遇到善知识，啊，劝他念佛，他真念，啊，这也是他宿世善根深厚啊。他一听到了，他就信受，他就置心信要，啊，因为他没别的出路了，他只有念佛了，啊，所以置心呐，他就做到。啊，结果你看，临终念几句佛就往生了，啊，所以不要有怀疑啊，这句佛号功德，那真的是不可思议，于念念中啊，能除80亿劫生死重罪，啊，能帮助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智心。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有一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智心啊。你说我这念佛，我以为我是应该智心了吧？那未必啊。什么叫智心呢？大家可以体会体会啊。是假如现在你跑到野外去了，这时候突然遇到一伙盗贼啊，拿着大砍刀啊，追着你要砍你。哇，你那时候拼命跑，啊，你知道要被他砍上了就没命了，使劲跑，啊，那强盗后面使劲追，啊，结果你就往前跑，跑到看到前面就一条河，啊，这时候呢，啊，越跑越近了，你想什么呢？哎呀，我怎么过河？我现在是穿着衣服就这么过呢，还是把衣服脱下来跳到河里游泳游过去？啊。我怎么过才能够更快速？你脑子里就想这一个问题，你当时不会再想别的了，啊，绝不会想，哎呀，我这存款到期没有啊？啊，我这儿女有没有人接送上学呀？啊，你绝对不想这别的事儿了，你只想着我怎么过河。这个念头纯一，智心，哎，大家就这样体会体会。啊，这鸠摩罗什大师比喻的，这挺有味道啊！所以你要往生西方，你要拿出这个心态，就叫智心。啊，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在五浊恶世当中，其实后面呢，我们的恶业所逼呀，跟那强盗没两样啊！啊，后面呢，可能都是恶道的猛火在追着我们呢。啊，我们这一生造了多少罪业？那还有前世的呢，啊，那我们如果不往生，那将来那必堕恶道啊，那比被他强盗砍更可怕呀！啊，你看到地狱里面，啊，这个那种有一个刀魔地狱啊，那鬼族就把那个人就抓到那个磨子里头啊，石磨啊，一磨不是磨成浆血出来了，啊，天天磨。而且一天磨好多万次，啊，出来之后阴风一吹又醒了，醒了再磨，
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这地狱谁没度过呀？谁都去过啊！这一生不往生，将来还得去啊！那地狱林林总总的，说不完的呀！啊，像地藏菩萨这个本愿经里都讲的啊，地狱的名号，但说其名都穷劫不尽，你就不用说这个太具体的了，就说那个地狱名号。啊，这个这什么火山地狱啦，啊，什么这个啊，这个铁床地狱啦，啊，爆柱地狱了，就说这个名号，说一劫你都说不尽，啊，那我们将来都要在里头遍游啊，肯定的吗？嗯，因为你恶业没断，你就肯定将来会堕地狱，啊。啊，你想想，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地狱怎么发生的？啊，是我们业力变现。业是什么？就是你的念头。你有这个念头，啊，你将来就有这样的果报。啊，好比这个爆柱地狱，啊，爆柱地狱是什么业感召的呢？邪淫的业感召，啊。现在犯邪淫的人很多，啊，那个男子看到女子，啊，升起邪念了，这一念起来了，就积下了地狱因，啊，如果淫心很重，啊，不能自控，造了很多业，他这个习气很强，啊，结果死了之后到地狱，他看到那个烧了通红的铁柱啊，他以为那是美女。啊，他就往上抱，一抱上去，那全身焦烂了，啊，就死过去了，啊，死了还没完呢，啊，这时候地狱的阴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啊，一活过来之后，他的业很重啊，这习气很重啊，啊，他又看花眼了，以为那个抱住这个刚抱过的那个啊烧通红的铁柱又是一个美女，又往上抱，又死掉了。如是这样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啊，历劫都没有断。为什么他不断？他那个念头不断。啊，什么时候这念头放下了，他这个业就没有了，他这个相就不在了。啊，念头不肯断，那个相永远在，念念相续，它不间断。啊，所以在这样的业相当中，我们受无量的苦。那我们想想，我们这一生有没有造过这些业？啊，杀盗淫妄，啊，贪嗔痴慢，反正条条都跟地狱啊连上线。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这五条根有一条就把你圈住在地狱里头，你出不来了。何况可能五条都具足，那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你细细想想，真的冒冷汗了，啊，我自己想想也是啊，啊，如果这一生不往生，你造的这些业因，那将来都要堕地狱，啊，印光大师过去，啊，你看他写在自己床前的一副对联，啊，我只记得上联啊，下联我忘，但是我那时候是跟我母亲去，啊，参访。这个啊，灵岩山就是印光大师当年的道场。嗯，他老人家啊，这个佛前啊，就是那个佛堂上面挂一个死字啊。他睡觉的那个床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就是啊，就若不往生西方啊，恶鬼畜生尚难求。有三个道吗？地狱、恶鬼、畜生啊！啊，那你要不往生西方呢？恶鬼、畜生道这两道你都很难求到。换句话说，只有一道，那就是地狱道。印光大师啊，给我们做示现。啊，他都恶鬼、畜生上难求了，那我们呢？啊，这太可怕了。
啊，所以一定要往生。啊，那么这个往生西方没有别的，你能置信信仰就行。啊，念及地狱苦痛啊，啊，太可怕了，那种畏惧感一起来，哎，把你的智心就逼出来了。啊，那为什么呢？强盗追你的时候，你会有智心呢？啊，你就一条心要过河啊！啊，为什么？你逼你的呀！啊，那现在呢？地狱的猛火一逼你，你也会产生智心。啊，只有一条路，不往生西方，那就是到地狱。啊，你想想这个问题，真的，啊，那拼死了也得要往生。啊，老实念佛，绵绵密密的念过去，念下去。啊，只有佛号能帮助我们永脱苦海。啊，那么一直念下去，这个业障烦恼啊，不断自断。这个法门妙就妙在这里，不需要你断烦恼，不需要你消业障。只要老实念去，暗合道妙啊！啊，所谓呀、啊，啊，从事持达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啊，从事上持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事上老实念呢。啊，你不能废这个事，你就得老实念。啊，事持，念着念着你就入境界了，啊。那个，妄想执着分别，这自然脱落，那就到理了，理是理一心不乱了，啊，由事持达理持，啊，自自然然，啊，没有丝毫造作，又不用刻意，即凡心成佛心，就用你的凡夫心念佛，就把你的凡夫心转成佛心，啊，就把你的凡夫位转成佛果位了。这个法门殊胜啊，啊，妙不可言。那最后这里讲的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你看，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啊，你求生西方，肯定往生啊。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把握往生啊？那你自己怎么回答？有没有把握？啊，还如果没有把握的，证明你没有智信信仰，你不是愿生我国。啊，你真正智信信仰，愿生我国，你肯定往生，你有把握。为什么？啊，阿弥陀佛在这里给你下了保证书了，你还没把握吗？你还不相信阿弥陀佛吗？啊，阿弥陀佛不会忽悠你啊。啊，他不会说这些妄语大话，说到他就做到。你还不相信，证明你对佛还不相信。啊，那怎么办呢？继续听经啊！啊，真听明白了你就相信了。啊，我们这今天第三天，后头还有四天，啊，还有机会。啊，这个地震还没那么快来。啊。还有机会的啊，咱们继续努力啊。那你现在就至心信要，那愿生我国了，那恭喜你了，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啊。那剩下来呢，要保认啊，保持，别丢掉了，别退转了啊，一退转又不行了啊，继续啊，加功用功。啊，那么最后这里讲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啊，经上讲除了忤逆十恶啊，将来必堕阿鼻地狱的这些人啊，还有呢他是毁谤正法的人，这种人救不了啊，阿弥陀佛不能接他啊。那么为什么不能接他？因为这种人他没有办法置信信仰，也不会发愿求生西方。
这个第一个，他的罪业很重啊，障着他，他这个信愿就生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佛劝我们一定要断恶修善，就帮我们呐啊，尽量减轻业障。啊，如果业障很重，你这个信愿要是真的被障住了怎么办呢？那就麻烦了，那佛也帮不上忙。啊，佛是不起心不动念，他是本愿加持你，啊，平等加持你，谁有至心信愿啊，他就来接引。你没有至心信愿，那他等着，等到你什么时候有至心信愿，他才来接你。啊，那在我们自身上，那我们得要赶紧去，所以尽量的排除那些障碍我们信愿的这些罪恶、这些罪业。啊，所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个忤逆十恶啊，不能做。啊，那十恶业我们知道。啊，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造贪嗔痴，这叫十恶业啊，那是修道障碍。啊，那忤逆呢就更重了，啊，忤逆罪这经上讲，第一杀父亲。第二，杀母亲，啊，这真是啊，逆恶大恶不道啊！第三呢，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圣贤人，杀了他，那罪业很重。为什么呢？因为杀了他，就等于啊，让这一方的众生啊，得不到啊，圣贤的教诲，啊，你这个罪业是跟众生结罪呀，啊。让众生法身慧命啊，就受到了阻碍啊，中断了，这个罪造的重啊。那现在呢，找不到阿罗汉，还有等流罪。好，大家不要惊慌啊，我们也来至心信要啊，来念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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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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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阿弥陀佛。感恩大家，大家非常镇定，非常如法，啊，很难得，遇到灾难就是要这样。啊，所以这都是佛菩萨给我们的演习啊。对，就讲到至心信要，大家真拿出至心信要的样子了，啊，所以什么都放下，你看念佛他就不震了，啊。啊，咱们继续讲啊，还有几分钟把它讲完，然后大家继续至心信要念佛啊。所以真正要到紧要关头，你这时候念佛，阿弥陀佛一定出现啊。刚才阿弥陀佛没出现，说明这地震呢也就消失了啊，你还没到走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吗？啊，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大灾难，你都是这个心。就没错了，啊！阿弥陀佛来了，你就跟他走吧，啊！再欢喜不过了。阿弥陀佛没来，你就念好了，他也不震了，啊！或者即使是真的出现像311大地震那样的灾难，你能留下来，那你就是有义务、有使命帮助苦难众生，啊！那心里的佛号还是不间断，
那这里讲到的至心信要哈，乃至十念啊，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忤逆刚才讲的，杀父、害母，啊，杀阿罗汉，杀阿罗汉有个等流罪，就是跟他同等的罪，就是杀老师，啊，而甚这个更，尤其是指杀教圣贤教育的老师。啊，这种老师教化一方，能够使这一方百姓啊断恶修善，能够使社会和谐。杀害他，那等于啊，将这个社会的这种，圣贤教育的根呢，斩断了，啊，那个罪业就很重。还有第四个呢，出佛身血。啊，那佛在世的时候。只有鸠摩就只有这个提婆达多造过啊，他出佛身血，他堕地狱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出佛身血，佛也找不到了，是吧？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但是有一个等流罪啊，就是以恶心去破坏佛菩萨的像，破坏经典啊，这都属于出佛身血。啊，如果不是以恶念啊，无意的啊，这个破坏没有，那就没有关系，啊，是你不小心，那是有过失，啊，但不属于忤逆罪。可是你是有恶意的，啊，这样去破坏，那就是出佛身血。啊，我是去年出家之后，啊，到这个啊河南大相国寺出家。啊，这个剃度啊，不，这个受戒啊，结果呢，在大相国寺呢，我们发现有一段说明，啊，说以前呢，冯玉祥将军，大家知道吗？冯玉祥将军过去呢，啊，他的军队啊，强占了这个大相国寺，河南开封，啊，冯玉祥他不信佛，啊，当然他是抗日英雄，是吧？他有他的功劳功绩。可是他不信佛，他破坏寺院，把这佛像都打碎了，把出家人都赶走了，啊，这个业造得很重。结果他怎么死的？大家也知道吧？他是在苏联，啊，被人暗杀。怎么暗杀的呢？啊，他在那个船上啊，是被火活活烧死。啊，你看现世报，啊，现世被烧死，那来生呢，肯定是也是被烧。那是在地狱啊，所以这个忤逆罪可千万不能造。那么第五个呢，就是破和合僧。啊，一个僧团是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六合敬，大家有共同的志愿，一起修行，啊，一起做护持正法、利益众生的工作。我们呢，蓄意去破坏它，啊。比如说，两舌啊，讲是非，挑拨离间，啊，在团体里面呢，啊，讲这个人不好，讲那个人不好，啊，让彼此之间呢丧失信心，啊，这个叫破和合僧的罪，啊，那罪也是一样忤逆罪之一，啊，那都是堕阿鼻地狱，啊，那这个和合僧不一定说出家人。啊，这个僧啊，可以指在家、出家、男女啊，四众同修，啊，只要能够在一起以六合敬来修行，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这就叫僧团，啊，那这个僧团我们要是破坏了，啊，拆散了，那这个罪业就是忤逆罪，啊，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呀，啊，去，恶意呀，蓄意。来批评，来挑拨离间，啊，这个罪造得太大了，啊，于自己毫无利益，啊，这个，而且损害很大，哎，所以啊，这个最容易犯的估计是这条，啊，前面四个忤逆罪呀，前面四条呢还不太容易，杀父害母这个也，当然也有了啊，那至少学佛的人还比较少，啊。杀阿罗汉、出佛身血也应该比较少，
破和合僧这条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防范。那么造了五逆重罪了，还再加上毁谤正法，那这个人肯定就堕阿鼻地狱。他不信吗？啊，阿弥陀佛来跟他讲，他都不相信，那就没救了。啊，那假如我造了五逆十恶的罪，但是我没有毁谤正法，啊，我还相信阿弥陀佛，我能相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愿意去，这时候临终能够忏悔，能不能往生？一样能往生。啊，所以这里呀，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只要你还有机会救，那佛绝对不放弃你啊！所以这个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是两个加在一起，你造了忤逆，同时还在诽谤正法，那是没救啊！造了忤逆重罪，但是你没有诽谤正法，而你能够听到正法之后，你能信受。你能发愿往生，你能忏悔恶业，后不再造了，你一样能蒙佛接引，待业往生。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有任何疑虑，啊，过去造的任何的恶业，只要今后不再造，啊，你要忍得住，啊，不要再造了，那么往生西方一样有这个指望，啊，一样有机会。这是讲到十念必生愿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好，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